在两位结为夫妇之前，本人在职责上要提醒你们，根据婚姻条例，缔结的婚姻是庄严而有约束力的，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因此，钟云乐先生、陈玉华小姐，你们的婚礼虽然没有西族或宗教仪式，但你们在本人和现时在场的人面前，当众表示以对方为配偶，并为此签名为证后，便成为合法夫妻。